心心念念怎么样的在培养这些中生代，尤其是我们的第一代的慈青学姐学长，他们在慈济20多年，不过他们的孩子的心没有变。我们发愿要成为海外上人50分之1的分身。我愿意。我们愿意坚固道心，难行能行。我们要接师姑师伯的棒子，挑天下的米箩。师公上人，阮的囡仔心拢不变，永远袂变，永远袂变，永远袂变。净师弟子在新加坡经营的30周年，不管是法脉宗门，都是很扎根的在发展。新加坡净师弟子，法脉宗门，永续师承，永续师承，永续师承。30年的时间啊，是真长。新加坡甲出世这份缘啊，已经是30年了吼。时间过得真紧啊，欢喜的代志真多，但是呢，遗憾的事也不能没有，因为人生啊，自然法则，生生灭灭啦，这人生的总是有安呢。人生老病死是时间的过程，难免有生老病死。那物质呢，也有成住坏空。最重要的呢，是心有生住意昧，心灵总是呢，我们要好好的通贴这个道理。辛苦生老病死，这是必然啦。弟子7年前就给喜洲师兄引进来慈济，就来了很多年。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也只有觉得说只是来帮忙，没有什么感受。等到喜洲师兄往生的时候，这样的时候慢慢的就觉得说人生百态，就感觉到我们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这样我们应该要为这个社会贡献一点。喜洲师兄是我的生意伙伴，我曾经答应过他，我说你先来，我以后就会进来慈济。那往生过后，我就感叹到人生无常，时间真的是很短，我很感恩上人创办了这个慈济，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平台，让我们能够跟这些师兄弟姐妹能够聚在一起，能够从事这个共济善举。这都是呢人生的很自然的法则，但是我们要真正的要法喜欢喜，法喜就是大家都有在熏法，大家人有在咧听法，大家的心呢会共和合，共和合的在一条的大道上，所以大家的精神可以凝聚的在善的话，行善这条道路，这个道大家共同力行善的话，所以大家呢相聚在一起，都是呢欢喜充满。大家坐下来说话，离不开善话，
所以呢，大家的心啊很平静。我们要看现在的人间，师父常常讲，啊，真担心，真烦恼。但是回过头来，看到慈济人行慈济法在人间，我又安心下来。但是呢，人多了，缘大了，人嘴言都真快，难免呐，也会听到这样的自然的法则呢。总是呢，有成长，也有凋谢。像喜舟，大家都是这一份的菩萨情，我听了很安慰，但是呢，也很不舍。但是它很价值，它的生命很有价值。有这么一大群的菩萨在回忆他，还在呢留念着他，他的身影都留在我们的心灵里。他是很有价值的人生，尽管我们要如何念着他，我都会想啊，要让他呢都在任何一个家庭，他所去的家庭看到他就会欢喜，看到他就爱他。所以呢，为了成就了他，再次舍报了他呢，到了他欢喜有缘的家庭去被爱，被栽培，将来了，他还会在正法中来接慈济法，所以我们呢都为他祝福。他就是最好的典范，人间菩萨最好的典范。也期待我们也有这样的在人间啊，作为后代的典范。我们看到了少年孩子呢，已经跟着爸爸一起来了，这就是已经啊，把自己的典范啊，在家庭，在下一代啊，开始在展开了。我相信每一位菩萨，你们的家也都一样的，这样和和互行，在这个社会啦，也当净化人心，这就是我们呢今生此世啦。那大家汇合起来，佛陀2000多年前的思想教义，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，把它展现出来，这些主者把佛陀的教法为人间的众生，我们呢展现出来了。对自己要相信，所以呢，相信自己这一生很有价值，还要呢延伸下一代的下一代。代代相生，吼，延续，延伸50代，那就安尼一直呢延伸落去，这就是我们向着佛陀负起了这样的责任，为人间这个在告菩萨化。佛陀来人间呐、啊，一大事因缘，就是要来结好缘呐、啊，告菩萨法了。你们已经在做了，对的事不要偏掉，总是这一条最正确的道法，这个道法的
八正道总是呢要好好的延伸下去。你们已经开始了，你们也走对的路了，我看到了，我体会到了，为你们做见证。没错，就是这样走，这样走直到就对了。所以哦，还是大家要共同不断的勉励，这样我真安心哦。爷爷给您祝福，祝福您的全家啦，这样代代相传哦，家家和合啦，那人人呢共同勉励，行在菩萨道，祝福大家。